若不是美食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变得白白胖胖肉肉多？冰淇淋在召唤我，还点了奶茶没喝，我只是害怕浪费，只能统统都吃掉了。薯条、汉堡、炸鸡和可乐，刚刚吃完转身立刻就后悔了。眼看夏天要来了，除了减肥我还有什么选择？